好，台彩看中天这100组的100万的这个奖号都已经这个出炉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旁边你可以看到，我们随时会更新哦。好，如果您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中奖，其实呢，我们来看到这个提供给您这样的讯息，就是您可以上台彩的网站，这有一个兑奖小帮手，您把这个彩券的奖号输入，就可以看看是不是有中奖了。好，那其实我们马上就来验证一下，这刚刚我们的俊耀哥也提供了一些呢，这非常旺的数字哦。我们是不是请俊耀哥讲一下，大概是不是也跟刚刚您这讲的这个很旺的关键密码，真的有几个？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开出来，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很仔细对哦。对，可是会发现像05啊、01啊、27啊，非常多，尤其是27、05有没有？真的开的非常多啊。那01也是，所以01、05、27啊这些号码，就是在过年期间，大家真的春节前要特别注意。那当然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很仔细对，如果说想要在更详细，有我们刚刚有看到，对，其实有几个圈起来，没有，我刚刚是很没有很仔细的去对，但会发现。大家看到05啊，有没有01、05、27？哎，01、05有没有？14也有很多，对，然后14有没有？对，然后三位，所以这些号码就是01、05啊、05啊、27这些号码就是。大家可能就要特别在春节期间特别注意。好，所以大家再可以看到一次齁，我们下面这一排，这就是呢这个旺旺数字哦，这今年都适用的旺旺数字。对，春节期间大家特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最后我们再请这个两位老师哦，再从这个投资的角度齁，台股的角度，还有这个命理的角度，再帮我们做点小提醒，好吧？我们先请那个宪哥。好，那今年既然是文昌化忌的话，不要帮人做保。好，那如果要签约的话，要特别的一个小心。那因为今年财星不是很旺，因为文曲化科它只是一个一路功名，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名声而已，就有名无实了，可能真正的收入不是很多。那今年可以特别注意一下生技医疗股，因为台股这一次本来大家担心所谓的十年魔咒竟然打破了，民国79年12682跌到2485，民国89年10393跌到3411，那99年去年怎么没有跌呢？就是整个股市的结构改变了，两岸的大门打开以后，那么后叶克法时代来了。那有人说叶克法搞遐紧呢？当然没遐紧啦，你是泥头起鸡仔，你未做未来要慢慢来嘛。他的那个力量是会慢慢来，不可能讲你套炸正当欧，暗时啊你就买半价做灰锅嘛。所以今年也可以特别注意两岸的生技医疗搭桥。是，伟忠老师，我们是注意一下啊，哪些可以注意？基本上把家里面弄得干干净净的为原则。啊，那么窗明几净的话，还有好的风水，还有好风好水。其次就是多读书，好不好？那多做善事，多读书，多做善事，好不好？买书送鞋券，买鞋送书。OK， 谢谢大家。多读书。